今天是2021年9月12号，我来到了王盼的葡萄园，这个地里边是我们的试验田，我们大理丸雅染的试验田，大家看看这葡萄啊，已经上色，上的非常非常好，即使我们不用这个激素去上色去，我们用营养上色，依然这么漂亮，看这果粉，看这颜色，看这串，没有大小粒儿，非常非常好，没有大小粒儿，太好了，而且上色颜色非常好，来看看，所有的都是这么好，所有的都是这么好，所有都这么好，这颜色好漂亮，这果粉也非常好，而且没有这个裂粒儿的特别少，